呢，它的这种纠缠能力是非常强的，而且单板质量非常的高。好的。比较好。比较多的失误。僵持。好的。而且上手的质量要突出。我的天！又是一般情况下，就会被对方找到漏洞。接发球方面。这种问题为什么接发球不好，就是他整体的技术有点糙啊，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太糙。积极的调动对方，不让他站住位去连续的正手进攻。球迷会观察到之后呢，会所津津乐道的。反手，然后反手又扛不过，拖一板，放高球。又是进，对白，放高球，哎呦，哇，拉穿对方，手感，哎呦。反手中远台的能力，线进攻，所以一到自己的反手位的话，就显得没有太好的办法，是紧盯着阿鲁纳的反手位在给。这样的话，卡尔德拉诺也是以3-1。